Hello， 大家好，我是 Leon。今天鬼面登场了，然后还有 Abby， 我们开车来到了云林的某一间学校。那这一间学校其实它也不算是学校，因为它在早期曾经开过两次。这边附近的居民告诉我们的，那这边它在早期曾经叫做云海高职，那后来因为开不起来又倒闭，然后又改名叫做义兴高职。那后来改成义兴之后，依然是开不起来这间学校。那这些开不起来的原因，它的典故就是因为这边曾经它是一个军营，让阿兵哥下基地的时候可以来这一所学校这边驻扎，然后就是可以在这边休息。那曾经就传出了一个骇人的故事，就是有一个阿兵哥在半夜的时候突然间在这一所学校里面驻扎的时候，在里面上吊死亡。那后来陆陆续续的，这边就开始传出了一些灵异的状况，甚至有流浪汉也来这个地方上吊自杀。那附近居民就告诉过我们，他旁边这边有一间百姓公庙，其实他在早期他还是在盖学校的时候并没有这间庙，他是因为后来因为闹得太大了，这边附近的居民都觉得这里面就是闹鬼的地方，所以大家集资才在这边盖了一间百姓公庙，然后安置这边所死亡的一些灵体。那今天就是由我跟 Abby 还有跟鬼面要带大家一起来这间学校里面一探究竟，相信大家也蛮期待鬼面的登场，所以待会大家就可以好好期待我们在里面所拍摄到的画面。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就赶快带大家进去吧。好，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个庙，它叫做忠义公庙，它就是因为这一所学校频繁的有闹鬼的事件发生，然后才盖了那一所庙。那这边让大家看一下，这一间现在的名字叫做义兴高级工商，外面全部都围起来了。那它在早期名字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叫做云海工商。那旁边这里有一个门是可以打开的。那现在我们已经进来到这一间学校了， AB 跟鬼哥目前在这里。这一所学校看起来蛮大的哦。那目前大家看到乌漆麻黑的，是因为空间实在太大了，手电筒没有办法聚光。但是肉眼我现在看到的是，这一所学校它的外观是红色的瓷砖。全部旁边都是树林。那之前军营来这边驻扎的时候，应该多少都会打理，只是现在一直闹出灵异的状况，后来就连军营都不敢来这个地方驻扎了。我们要先往楼上走吗？可以啊，那不然我们就先往楼上走。这墙壁全部都已经壁癌了，都已经开始在剥落。墙上还有一些涂鸦。教室里面全部都空荡荡的，连一张桌椅都没有，因为当初开了两次都没有开成，所以说连桌椅都来不及准备，因为根本就没有招收到学生。有蝙蝠，鬼哥有蝙蝠哎，这里也有蝙蝠，一直飞来飞去哎，哇，好诡异哦！第一次遇到拍摄现场有蝙蝠。
有蝙蝠是不是比较容易聚阴啊，鬼哥？有蝙蝠是不是比较容易聚阴啊？可是我看那一只蝙蝠好像一直在跟着我们呢，还有飞来这一间呢。刚才我们走到这一间，它又飞进来这一间，好像一直在跟着我们。厕所，这边空心的哈。哇，那只蜘蛛是那个拉牙，在那里废弃很久，什么怪虫都有。Abby， 之前看那个灵异节目，他们有说是哪边传出上吊的吗？楼梯间。楼梯间。传闻阿兵哥上吊的地方是在楼梯间，那楼梯间刚好是我们待会一定都会经过的地方。地上一片一片的，这个好像是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我们刚才要过来的时候，那刚才我跟大家说我们在旁边吃了一点东西，那店家一听到我们要来这个地方，就问我们要来这个地方干嘛，他的表情就非常的惊讶，因为他说这边有闹鬼。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边传出有一个阿兵哥上吊，他就一直点头，但是都不说话。可见这边的住户都知道这边曾经所发生过的事情。我们刚才不是从这里上来的吗？我们是从另外一边。哦，那他这边已经都被桌椅堆住了，没有办法下去。他下去的地方应该也是一楼。那我们就再往上走。这边有点麻烦。地上全部都是满满的垃圾，要小心哦。可能要往左边走，这里应该可以。可以。哇，好危险哦！小心哦，小心哦。现在目前上来了，这边已经是三楼的部分了。那一样都是空荡荡的教室，而且玻璃全部都已经碎掉了。这边严格来说，其实已经不算是学校，它从头到尾根本就是一个给军营驻扎的地方。因为他要建成学校的时候都盖不起来，听说好像是因为都一直发生一些灵异的状况，导致这边在盖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问题。黑色的这一片全部都是树林，它旁边这里好像可以走过去，一块空地。哪边？这里。走。
哦，是这一间。这一间就是案发现场。全部都是衣物哎。好，那现在鬼面准备要开始对我施法，然后现在先准备他的一些所需要用到的道具。好了吗？好了。还要用血、啊。闭嘴。好像有点刺刺的。好了，你去，我去哪边？你去站前面那边。然后嘞？过去啊。我过去。站在这边就好了吗？我现在旁边这一条绳子，不知道当时是不是用来上吊的。鬼哥好像还要焚烧他的香，他刚才在我后面这边施法，好像念了咒语之后，然后用一个东西戳我的脖子，有一点刺刺的。他刚才手上那一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像是用仪式需要用到的，然后他用一个尖锐的东西刺自己的手，好像有一滴血跑出来。5分钟吗？啊，你们两个要出去了。我现在有点害怕，因为我旁边完全都是暗的，而且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这个空间。我把夜视开强一点给大家看。